哪弟。今天有没有看到这丰盛的满汉全席？我们就是要来拍八月的新品。在这八月新品非常的多，有些是七月到八月的，分别有肯德基的这个青花椒脆鸡，还有麦当劳的柚香塔塔鸡。然后我们还少买到一个，因为最近没有薯饼了，薯饼大塞车。对，不然我常常吃那个 cheese 薯饼的那个牛肉什么薯饼堡之类的。然后星巴克这次也推出了蛮多新品，看起来蛮厉害的，像是它那个新冰乐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堡跟提拉米苏这样子。大家要不要先讲一下自己最期待哪一个？我每一个都很期待，看起来都超好吃的。话说有哪店很期待拍这一集？对，还敲完。每一个都是我超爱吃的东西。心头肉。嗯，我还蛮期待那杯新冰乐的，因为它看起来很缤纷，但很贵。对，最好要给我很好喝。我自己最期待的是这个炸鸡，看起来很酥脆，超香，大家。然后它那个椒麻香气就是这样。这样子扑鼻而来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下来开箱这个炸鸡。青花椒香麻脆鸡，155块。哇、哦！好香哦！哦，好好吃哦！嗯，它的麻辣很猛哎、欸，嗯，很香。我爸会一直想继续吃下去。嗯、好猛，这個。还没有吃过的朋友，赶快手刀冲刺！来，弟弟先讲，我们先吃一下。对，你先讲。我觉得他吃到现在，他那个麻香的味道还留在我嘴里，整个口齿留香，唇齿留香，我会想继续再吃下一个，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吃下去，虽然这样不好。辣度的话，大概是微辣嘛，但是其实它是麻的味道比较重，它的香料我觉得放得蛮足。有一种蒙古孜然，然后中国的那种麻香味，这样我会很想吃看青花椒哎、欸，哦，就王品的青花椒很赞哦，你有吃过没有？讲好像自己有吃过一样。肯德基算是找对人联名，好吃。肯德基的青花椒香麻脆鸡得到的分数是8分，又香塔塔鸡肉堡104块。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麦当劳的柚香塔塔鸡肉堡，没错，希望它可以 PK 得到肯德基。现在在我肯德基在我内心有一定的地位在。没错。嗯嗯，也好吃耶。嗯嗯，清爽，有一点酸酸甜甜的感觉。嗯，吃起来有点类似泰式的那种酸辣感。对吧？嗯，真的很好吃哎、欸，我可以再吃一个。弟弟，来评论一下，以你常年吃麦当劳，麦当劳脑粉是不是？我平常都是点双层牛肉吉士堡或大麦克，可是这出现，我觉得击败他们。哦，这么猛！因为它里面那个沙拉也好好吃哦、喔，重点是那个酱，它那个酱做的真的很清爽，然后会让你吃的时候，因为它中间是炸的，可是不油腻。我觉得很适合夏天，那夏天推出这个蛮对的。哎呦，哎呦！麦当劳果然也是有认真在研发的，有三把刷子，没错，这一仗不好打，真的，发现新品好艰辛哦。哎、欸，那我会蛮期待它那个薯饼堡的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也会很好吃、欸，那感觉就是会很重口味，可是就很爽那种。薯饼赶快来，嗯，这个柚香塔塔鸡肉堡得到的分数是8分，那不勒斯新冰乐大杯159块，那不勒斯那不勒。那不勒斯新冰是意大利的风味的那种，然后它上面就是有那个脆片啊，然后跟鲜奶油，这个渐层呢就是有草莓酱、香草跟巧克力。嗯，我觉得这杯对我来讲有点小普通，因为我觉得它就很硬要出新冰的感觉，感觉把草莓新冰乐跟巧克力新冰乐综合在一起。我觉得他上次出的那杯法式法芙娜比较好喝，因为他就想要融合，也没融合很好，然后又很甜。其实现在新冰乐我现在只比较敢喝是 caramel， 我也是，哦，我每次都焦糖，焦糖咖啡脆片，那杯虽然甜，但是它有那个咖啡香，第一觉得如何？嗯，
就喝起来没有什么特别，好像不用买这一杯，因为它一杯要159的话，我宁可去买那个焦糖。那不乐斯星冰乐得到的分数是7分，芝麻咕咕烘蛋堡90块。它有种蜂蜜芥末酱的味道，它把豌豆融合在那个烘蛋里面。就吃起来就是很特别，平常不太会吃到这种口感。然后它加在这个面包里面，吃起来就很有层次。对，这个软饭很好吃，它的蓬松度有，嚼劲也有，然后也蛮香的。然后搭配里面的烘蛋跟那个菇菇跟酱，而且我觉得把菇放进去很赞，菇会有那种脆脆的口感。芝麻菇菇烘蛋堡得到分数是7.5分。欢迎来到吃吧烂笑话时间。请问为什么电影里面坏人要设计都设不到好人？不知道，因为他是恶势力，不好的势力就对了。他失恋了。有一天，杯子和杯盖他们走在路上，然后呢，警察看到他们就把杯盖抓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欸因为警察说 ，Because you're a bad guy。遇见肌肉松帕里尼86块。我喜欢帕里尼，也喜欢肉松，也喜欢芋泥。OK， 希望它加起来很好吃。就蛮普通的，但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就是这个味道哎。那我觉得它的肉松不够香。哦，好像是它的芋泥的味道比较浓，因为它芋泥偏甜。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小腻，而且我觉得它的外面的帕里尼没有弄得很酥脆的感觉，就有点干，小失望。那这个遇见肌肉松帕里尼得到的分数是6.5分，提拉米苏120块。最后要来吃我自己对于星巴克最期待的提拉米苏，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爱吃提拉米苏的人。如何？它好甜哦，才12分糖哦。哦，我可能要来喝一下肯德基的无糖绿茶，太甜了。我刚好，你赶快喝一下，好压压惊，吓死宝宝。甜成这样，提拉米苏虽然是要甜啦，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要有一点点苦味跟一点酒味，但它好像真的就是一甜。就这样，就你吃下去你会觉得咽不下去的那一种。大家吃路易莎就好，路易莎的提拉米苏好吃，便宜很多。多少钱？120。什么？哦，我提拉米苏卖120，做成这样。好啦，我们就买一次就会知道了。星巴克的提拉米苏得到分数是4分。那以上吃完这6样8月的新品之后呢，我们总结出3样8月可以去买的。第一个就是那个肯德基青花椒香麻脆鸡，好香好麻，大家一定要吃起来。青花椒也可以先预定一下。再来是那个又香塔塔鸡肉堡，很清爽。然后最后就是那个遇见，不是啦，烘蛋芝麻烘蛋咕咕芝麻，芝麻咕咕烘蛋堡，赞。它没有到你一定要去买的那种地步，但是你吃到不会生气的那种。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看我们之后拍的一些9月新品，可以现在就先留言了。9月人家都还没出，不知道留什么言。那种预告啊，预告啊。然后还有想要看我们拍什么东西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那记得订阅吃吧，让我们一起幸福的吃吧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